快走开！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月亮，走你！啊！月亮去哪里了？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月亮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！天上的太阳怎么变成了一个表情包？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太阳。啊！树上怎么长了那么多表情包？天哪，好可怕！周围怎么全是表情包？哼，你们也要变成表情包！大家快跑！我的幻想怎么也变成了表情包？我的书包上也都是表情包。累死我了，快给我杯水。给你，小白姐姐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不是吧，水怎么也变成了表情包？你们也变成表情包吧！他们动起来了，好可怕！跟我走，还好我及时赶到，要不然你们也要变成表情包了。夏精灵，童话王国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表情包啊？表情包入侵了童话王国，把所有能变的东西都变成了表情包。还好我找到了你们，可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小精灵，快想想办法！大家别着急，凯琳已经去找表情包吸尘器了，等他回来，我们就有救了。好，我们会帮你的。谁？我是凯琳，我回来了。对暗号，天王开地虎，我是二百五。暗号正确。没想到吧，是我。什么？怎么是你？你怎么知道我的暗号？嘿嘿，都给我变成表情包吧。哇！老大，还好我偷听到了他们的话。干得漂亮，童话王国马上就是我们表情包的天下了。我吸。得救了，太好了，还好凯琳来了。不客气，表情包之力。没想到吧，我拿表情包吸尘器只是为了抓到表情包大王，让他听我的话。全都给我变成表情包吧。小朋友们，下一个应该把谁变成表情包呢？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